原标题抗美援朝志愿军的王牌，主席去世前一年提升他当司令，如今还健在。毛主席的智商是大多人都无法匹及的，不然也不会有人说毛泽东是百年的人才。这样的人才在确立自己的左右手上是十分谨慎的，但是很奇怪的是，毛主席竟在晚年提拔了一个名不经传的年轻将领，这个举动令人十分费解。提拔就提拔吧，还是罕见的破格提拔，从副军级别直接当上广州军区的空军司令。这个人是谁呢？就是王凯，一个非常年轻的空军将领。到底是有着什么样的经历能让毛主席接连提拔他三级呢？我们就来看看王凯的个人经历，这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呢。王凯，山东威海人，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到东北航空学校学习飞行技术，1950年成为中国空军飞行员，也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批飞行员，并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。新中国成立那段期间，我们的国家的空军设备是十分不完善的，是十分落后的，而且飞行员的飞行时间都是很短的，但是为了国家，他们依然义无反顾，依然是勇往直前，带着不顾一切的决心远赴战场。我们都知道，当时地面的战局区域已经稳定在38线以南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先发制人，取得制空权就尤为重要了。于是王海率领飞行大队与美军数十次交战，不仅击落敌机29架，仅王海一人就击落敌军9架，也恰恰因为这9架敌机，王海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的称号，也是志愿军的空军王牌飞行员。然后1955年王海被授予中校军衔，这个中校军衔主要是因为王海并未在建国前立功。不过之后王海的晋升就显得十分快速了，次年在31岁时当上了空军师长。后面的提拔就是我们都知道的了，就是毛主席亲自任命王海为广州军区空军司令，从一个空军军训部的部长直接到升到军区的空军司令。不过王海的战绩也配得上毛主席的提拔，毕竟论战功论能力都对得起主席对其的期待。而王海也是为数不多还健在的开国战将，希望老爷子身体健康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